大家好，我是伍秋峰。我今天来到九份抓宝。那个今天下大雨啊，不知道九份有什么。我一来到的时候就觉得九份的道馆好高哦，其他没有什么想法。我们走一走看会抓到什么好。秋峰人现在在九份 view 最棒的地方，可是今天雨实在太大了，全部都是在下雨，所以没有办法看到海。不然前面这个雾茫茫这边，应该不是有海，就是有城市的景色。还是来打一下道馆，看一下这个道馆。九层道馆九层道馆，来帮他刷一下好了。刚才在这边打了一阵子，终于把我的87暴鲤龙放进去了。哇，2200就是守第一层哎，太夸张了。后面还好多哦，太夸张了。九份十层道馆，占领。来到九份一定要吃芋圆啊。你在吃什么？你在吃什么？山猪肉香。那个导游小姐，请介绍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，好不好？好玩的吗？如果就我今天这样玩下来，我觉得好玩是宝可梦。问也白问。当然了，恭喜我。哇，你这样啊！很酷哎。看到影片就想骂。如果让我肚子饿的时候看到这影片，你真的太过分了。山观海亭，你知道那一颗岛是什么吗？导游小姐，你有没有看到对面那里有？龟山岛。好，当我没问，绝对不是龟山岛。长得像龟啊。所以那颗是基隆屿。这里就是基隆港。看出去基隆屿，你这导游小姐根本就是来骗钱的。哇塞，你带的导游小姐根本不是这里人啊！导游，战俘出来了，5公里的。看会孵出什么？角鲸鱼。笑你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了。让我们再看一下这山海景色，跟大家说声再见。拜。下集再会，拜拜。